哦。哦，你刚哦，在前面有那个按钮按就可以看了。啊，卷动速度。哦，没有，这个雕像好像自己才看得到的。哦，难对，怪我前来，面没有在我们出去之前，我看到上面绝不抛下队友。没有啊，检讨一下你们俩刚刚的行为哦。我刚刚冲下去救踩踩，还放护盾想救他，下去我就觉得回不来了，就一堆不行。TNT 的那层冲出来，我吓死了。哎呦！然后这个相对简单，好，杀两个炼狱蜘蛛，这是我哦，的。这个感觉简单很多哎，我还没喝哎，好冷哦，喝酒吗？喝喝看什么？喝酒。是自搞的不行，哎，好像有新的哎，这个喝个魔爪。蜘蛛脚。95块哦，很贵的哦。哇，啊，他的这么杯子，那 好看呢。95块的酒，好好喝。彩彩，你刚刚是不是抢走我的酒杯？笑得很开心嘛，我第一杯、第二杯我都拿不到。我的，他好爽哦！还笑，砸你呀！你在喝什么还是吃什么吗？嘴巴含着东西，感觉是喝一很大一口水还不能消那一种。对，我喝水，然后喝了水之后，我就看到巧克力，他连续2杯都没拿到。笑屁呀！第一杯我想就算了，第二杯我想说莫名其妙。你在说我吗？对，你拿第一杯。没事没事，我永远是拿最后一杯的。观众在笑，我要给观众吃广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喂、这是什么？哦，大黄大钱大大黄大钱掉下来了！打，再打他！大钱！这个一定要拿！对。这是绝对不能放手的。可以啦，可以 啦，小帮手，小帮手来了，可以啦。哇，好棒嘞，直接就有。哎、欸，这边消防很多。哎、欸，举手啥？我的，上面。没事，我挖完了。嗯，我真的是好棒。哦，上面有消团。离开之前把这边。我这消团也太大块了吧！哇哇，这什好么？爽！新的哎、欸，我他跑新掉了。的。有新的怪啊！哎、欸，矿虫它会掉矿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以打它打打看啊。不是不是，有一只，有只打了它会一直狂跑。这么好笑？对，呜，不是打这只，不死打是这只，有一只很像。你玩过 D3 吗？那种宝藏哥布林还是叫什么的？OK，我们等下往这里哦，这里也超多东西。我去找他，我去，他在哪里？让我挖这个大颗的，挖到！你怎么这样？他不见了，融合石，有声音啊！这里超多小团哦，做啥？挖起来！我挖满了，可恶，掉在地上。巧克力。小帮哪里呀、啊？怎么这么远的嘛？上面还有哎、欸，我们这边还有很多那个啊，因为这里有新的东西。有、欸、巧克力，嘿，绿绿的。我知道，我只在看这里。好，我要死枪了。在干嘛？找不到那一是什么只枪？了，我好难过。小枪。哦，挖到！毛毛虫掉黄金啦、啊！哎、欸，这里有黄金，焦糖128了。你们去哪？
这里也有哎。那边啊，再把那个挖完就可以走了。嗯，那我上不去。猜猜。哎、欸，这里在哪里？我没需要你。哎。哦，小怪来了，有小怪。这什么骚气？什么、欸？他根本冲锋枪啊！他这个小枪，好好用哦、啊。怎么爽？哦、对，是冲锋枪啊！我也喜欢冲锋枪。我也是。来斯。哇！我被球撞到。哦、OK 吗？等一下是射三八的小枪。我们是从这里来的吗？没关系啊，我们等一下。我们还是要去哪里？往我这走。太黑了。你太黑了。我很。就这走这。顺着路。顺着路。好难过、哦，刚刚那只不见了。没事，等等会。等下，说不定就又有了。我希望。小团也好多。小团哇。然后他在下面喽。茉莉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哦。大 boss 啊。这。茉莉。啊，拉上来打好了，这边还蛮平的。对啊。存好了吗？要叫了吗？还没。我可以这一个人了，茉莉啊！对啊对啊，等，存完就打了，存完就打了，好。安安，好。叮。我的护盾，冻结。他躲起来，他躲起来。我出来啊！出来！喂！动！喂！都要死了！痛！你快来！他快动了！又躲，没水准。掉下去了，他快死了。没有，对，他有好多血，还一半而已。动了，喂，可以，没水准，救我！不要，等一下，爆！动！哎，我掉。巧克力那里是洞哦，小心哦。知道，有，火力全开。摔下去了，死了吗？死了！等一下，我们又有小兵，有小兵，很多小怪，很多小怪。刚才那里有大只，要帮帮他们。被撒粉。去。耶！啊，救火是不是？嗯。你们上得来吗？上不去。可以。那我下去。没事啊。猜猜可以下来吗？我们直接在下面叫补给哦。嗯。这有黄金呢、欸。可以挖。现在大战之后的休息。胜利的味道。Nice， 补给在这里。你死了没有？我这里挖满了，有要啊，就要下来。他过太爽了。哦，那里好多、哦。对，挖，爽挖一下。茉莉，洞穴里怎么会下雨？你这样挖一个坑，他也还是会下。菜菜，嗯，这里可以帮我盖一个。还有泡棉，还有泡棉。哪里标一下？我看。这边，你头上抬头，那条。
多。可能要再一个哦。哇，这边好深哦。谢谢。你还是要走我这。我看一下，好。疯。这好黑哦。嗯。黑吗？我先围走一下，看看有什么。哎、欸，绕回来，绕回来了、欸。绕一圈了，我那边一个路啦。嗯、好、啊，看一下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挖过去。左边，左边。上面。嗯，你们跑去哪了？对，旁边。这边一条。哎呦，那走啊！哎、欸、哎，左，这里要走这里。那里，我走错边。抱歉。哦哦哦哦，超小只的。下次遇到那个，它是一个很肥的，然后直直的。那个黄金，然后很像灯笼鱼的。下次看到它，全火，全力打它。OK。我有看到哎、欸，它叫什么怪矿的？对。它看起来很像小丑。它边跑边走。然后他打他一下就喷一个矿，然后血量很多。哇哇！直走左转，哦，看到了。你叫茉莉来，存。哇，这把小枪好，我要升他了。好用哦，那就来咯。好，安。先赏他一发。蹦。别追我动！哎，我怎么又吐了、啊？他躲，他躲，他躲，他躲了。为什么他都追我？他喜欢你啊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我不喜欢他。他皮爆了，他皮爆了。打到底啦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动起来时，打这个反而相对轻松。嗯，真的哦，除了一直追我以外。几枪到、哦、easy 啦，oh yeah， 小蜘蛛跳好高，空降舱，我在那一边，看到了，要过去。走，不要飞我！在哪里啊？巧克力在哪？就顺着那空降舱那边走。不行啊，那个他们太快了。哇！哎、欸，你被抓走了，他被抓走，不要理他吗？哎、欸，这打不掉，要打吗？那个会自由落体的。快走，我觉得走，快走。两点之间直线最近，走，举手。反正大家都一起嘛，顾一下后面啊，没事啊。我顾。哎，滚的，冲的，哎呀，这个大的，哎呀。
暴君的巧克力要不要冰一下？啊，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哇、哦！冰住，冰住，冰住，冰住我了！冰住我了！那个球球球球进来，球球进来！我怎么要被冰住？不是你在前面，我这东西我退了，我挂了，我明明就退很后面了。我在很前面，我退很后面啊。哎、欸，第二只，第二只，什么？还有？还有一只吗？那个剩五十多公尺，都还轮流蹭一下，轮流蹭一下。你要放那个是不是？好橘，刚是说你打我。奇怪，以为是那个开动了，可以跑，可以跑，可以跑。我知道你要干嘛，但是他跑很快。No！ 你是想干嘛？没事，第一个做到椅子反击。看到蓝色就要把它冰起来。蓝色啊，真的还被冰，没做到椅子。给个椅子坐很难吗？难难难上加难，烦死！所以是一开始看到有没有，直接先冰他就走，然后被抓了，不要理他。他没有跟你讲，他被冰了之后，就一个钩子啊从他头上这样吸起来，我在那笑。有啦，我有救你啦！有，我看到啦！可恶！是我有。电击枪可以用了 ，Yeah， 又能冰又能电哎、欸，电浆枪，我要看，你很瞎趴，瞎趴，白痴哦，又要白色，又要白色，啊、哦，每一个都要白的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是白的比较好啊，你觉得嘞？我要买一百个，没钱哎，开玩笑。一万五又没了，我剩八千块了。我剩为什么我剩九千？你剩九千，我剩八千啊！我还没买矿哎、欸，我八千还不能还不能用。的优化我们自己的钱啊，我只有六千块啊，我要八千二，我红色最多吃吸死，我要慢一点。我只剩六千块，没关系，好可怜哦。我跟你讲。购买，购买，我剩四十二块了。我操！我剩下一千二，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买。炮塔，炮塔该买一些。下次要看看。好穷哦！那个画面好好笑、哦。到底有多厉害？消耗我们一切。哇，钱不够，可恶！我还要买矿，一定不够的。对啊。嗯，我传图片给你看。你干嘛在那边偷窥我呀、啊？很搞笑。十五个。你们跟红绿灯一样。橘从上面看我们，我们刚好红黄绿三个人。你贴在哪里 ？DC 吗？我贴那个。你可以贴在 DC 的噜噜噜那里。我贴哪里？噜噜噜那里。白痴。皇宫的上面。噜噜噜，我看到了。没有去。你是什么马奇？这是什么时候？刚刚吧，我在买东西啊。没有钱，红绿红，红绿啊，飞天小女警，红绿灯哎、欸，我是黑的，荧幕不叫绿哦，你看起来像绿的，你看起来像绿色，荧幕不叫绿哦，垃圾垃圾。到底在干嘛？看屁呀！
那我们休息。好，下一次开始我们要赚钱赚起来了。我、哦、好穷哎、欸，我没办法生耶。对啊，超穷的、欸，超级穷。是2000块、欸。到底是买了什么东西啊？就升级，升级、啊、升一升就没钱。就买那个白色的啊。对啊。可是我也升级，怎么没事、啊？你都有升满吗？哦啊、我全部升满嘞、欸，我也升满了。你总会还有钱？为什么你的钱比较多？我不晓得、欸，你们看我有升满。等下，等下一次，如果我们有那个白色的关卡，妙绝珠的关卡，我们要挖爆它。对，嗯。然后那个融合石有没有？确实不用再多啊。嗯。它就只经验，没有它。好。不是，橘你的小枪没有第二个啊，我们有第二个小枪啊。还没那个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等下就没钱了。下一次，下一次让你没钱，下礼拜就没钱了。太久，没有啦，下礼拜就没钱了啦。下礼拜你们会玩吗？我可以啊，除夕哦，对呢，过年哦、喔，我不一定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也不一定，我可以啦。好、哦，家里的人说初一就会回家，但是我不确定初二在不在。没关系，那就不一定、嗯、好吧？啊，我到时候再跟你讲。行。可以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再去跟野团赚钱。对，会用别字，会用别字。没有，就你就让他们自己去捡任务，然后你们两个就负责开始找黄金，一直赚钱，只要钱，黄金黄金。反正有人会去捡任务，最坏、嗯。好啦，休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感谢，晚安，拜拜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今天每个礼拜日晚上都跟巧克力橘彩彩在玩这个东西。那礼拜日再来看我咯。我们换游戏去魔物猎人。离开队伍哦，离开游戏是。有没有想我啊？大绿。干！你竟然听到敲敲声，应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吧？不是啊，只有我能敲哎、欸。你们几个？三个。在打什么？刚刚好像说。可以不要吃东西讲话吗？形象格罗。No。没有。有啦，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红丝口袋最油的女生。最油，好油，这是真正吗？大概 ，maybe， 那那个，嗯，哇、哦，我要帮我的，我还故意等到你们打完之后才肯关呢、欸，然后刚刚第一场打到卡死了，我想说为什么你荡在那边不动，我以为你又荡掉了，嗯，故意的，但是直接踢你出去。你说有小金，我就想说试试看嘛。结果啊，没有啊。对啊，没有啊。我就喝了一下，就关掉游戏了。小妖。海豚啾啾，这谁啊？我啾啾的朋友。哈哈，好妖。海豚啾啾叫。秋优雅。Nice 找不到我们集会所，哦，八点的事情。哦，对，那时候我们在打，我没有人跳出去看讯息，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。我是有听到那个讯息提醒声，可是我没有注意看游戏啊。好，大晚上就这样过了很久了，那是一个很无奈。对，打龙，贝贝拜拜，贝贝晚安，波利娜贝贝鲁多。听起来怎么像是一个魔咒？哎，你们是？不是很像？是根本就是。我们是巨魔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还要打天地皇帝龙。哦，来啊！再打了吗？我刚卸妆了。还没。哎，你还没有开吗？我正要接而已。哦，那我可以试装备吗？是啊。不会死啊，不用怕啦。我不下去就好了。爆头先吃下去是吧？我看一下哦。算了，不是了。
啊，你是啦，这样你不要，我会没朋友。混分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说我也在混分了，我在滑神魔。哦，可。我知道是不是要打红暴龙的素材了，我有点怕。那我们等下就来打，我想打。打，来打。打。动物。哎，他怕冰哎，那我可以试了。增强。真是真啊、哦、在这里叫蜂蜜是吧哦哦蜂蜜9999哎、欸、天哪不能捡了、哦、好棒哦真的打没我都不知道中什么了、欸、又不想中冰冷菇你可以中冷饮哎热饮中到999啊我热饮已经2000多了吧你中黄金耳啊哎、欸，黄金额1047，那中一抽蛋啊！一抽蛋4265，蜘蛛网嘞425，我用不到地，我不常用到地洞陷阱啊。地洞陷阱要带的东西可多的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才不喜欢带地洞。地洞要先和那个蜘蛛网绿色的、那個、辣椒1100了，哪像麻痹陷阱这么简单？好宅哟、哦！你们好夸张、哦。我是在野外都不回家的那种，好吗？哇，好野外的。对啊，都在外面不回家。在打拼。打吗？对。打破。对。我要怕病了哟。我来了。这个猫的后面交给你们了。哇，你预备好了吗？对啊。为了江江，我打算一开始就交给你们了。可以。这是不需要到后面了，我现在就交给你们。猫的后面交给你们了，再加上不屈跟火场怪力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这代表我们一次都不能猫是吧？谁？来啊，我们打。我们四个一起不虚啊！我们四个一进去就用到了，可以啊。啊，我没有不虚的。傻小。就他们两个有不虚而已。等下用、啊。那我跟分析一人炸两次啊，刚好四次。我没有。你觉得有那么多次可以炸吗？有啊，刚好四次啊，四次就出来而已。要不要走？等一下，我在换。那我去尿尿，你不能开始哦。你开始真的要不虚了。好了。你不要按那个就好了。好了，我按准备中了。没关系的，我去交掉。不屈中，点点点点。你尿个半小时，让我滑一下神魔。我也要滑手的。尿半。把整个皇宫也尿出来。拜托，那等下连什么、啊，什么东西都尿出来。可爱呢。啊，这样还可爱是不是？可爱呢。我不想回你。算了，都这样。哈哈哈哈哈。哎、欸，啃我的巴拉了。我这套原来已经塞了三个那一仗，那我原本是塞什么？你想想看。我怕。其实好像也没差，好吧，那就这样。走吧，不屈勇者。买啦！哎，可以几毛？可以哦。最多三毛吧，如果有只爆头鲸的话。嗯。啊，那几只力竭倒下。这自由的啊，所以是三只。如果有只爆头的话，四只吧。你要吃那个、哦？噔噔。除非他们这有吃啊。那大前提啊，感觉就是没有，我把药包丢掉了。吃，我桌上有11格力药包、欸，药袋、啊。没按，谁没按？
完了，我还在滑，等我一下，还在滑，还敢滑？是啊，活动时间剩一个小时半了。撞人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，不是撞人。我先掉多掉落物啊，掉多掉落物啊，掉落物。他飞过来了，掉落物。有吗？有掉落物吗？有一个了，我不玩了。我没有吃饭。你是不是真的很想不屈啊？我忘记他不是先在营地出来的，他不是也要先吃啊？啊，没撞啊？有啦，撞了，没有撞哦，没撞到，他头歪掉了啦，几掰？哦，哈哈哈！天哪、啊！你们还有吗？有啊，有了。我有看到字幕。哎，我其中的路上被拔下来。哎呀。应该可以了吧？直接撞了。对啊。啊！哎、我晃。呵呵。有啦。哇，你好壮。是不是？是又重新认识了我。太好了。你是不是真的很不想要素材啊？还有吗？还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来不及了，它要变红。不是啊，还是要捡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先去捡了。我想学到那个 Hatchmaker 的发射。说他的招式。哦。嗯，手痛痛，手痛痛，手痛痛，呼呼呼。对。我操！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被怎么了？你被怎么了？没有，钱花不好钱。快！嗯？快什么？太多人全部收我进去。转化，还没落啊！哎，赶快洗干净。还在撞一次，我知道，可是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伤害这么痛哦！谁知道？或者是我，因为我完全没做事啊。我只负责软化。我跟那个江江或者是 HPP 超了很多次了，我闪了他很多次。他是不是又把血打掉了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去你的！欸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这可以上脸。哦，来了，就他屁股后。对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可以，一个送。有了，有，终于。哦哟。
是飞了。什么鬼？逃了。我被落石砸了。被落石砸。哇，这个落石砸到挺好久、哦。对啊，所以真的是靠，真的是靠晒的啊。难怪他不能，他光发弹，连打就起来了。再一颗就完了。啊，我的妈蛋！给你玩，给你玩。不打了。哎、欸，还没、欸，他的抗性这么高、哦，两颗哎。他抗性好高、哦。软化。